青山聯領先1-0，入波嘅球員係林志平。再入一球，入波球员系林志平。青山聯再入一球，入波球員八號梁金明，暫時領先3-0。青山聯再入一球，入波球員是9號關月勤。继续，自己食。
第二球入波球员是25号张汉成。全场完。